杨叔，据可靠消息，杨哥准备亲自运送一批游戏者，分发各基地。放心，有了这个，杨洋脱离不了监控。你们要监控什么？我们在相互监控彼此的炼体进度。炸！我出去跑会儿步，你在家好好炼体，别偷喝酒。难道老爸是那种假借锻炼，实则去偷喝酒的人吗？我相信老爸，就像老爸相信我不是那种假借去跑步，实则去偷玩游戏的人。杨叔，杨哥出门多半跟那批游戏设备的运送有关。干什么？杨哥，放心，没有尾巴，游戏设备在后备箱，今天必须把这设备运出去。杨叔，明明是这个方向，怎么不见了？多半是有人接应，我们继续往前追。是。杨哥，后面有车跟上来了。那是我爸的车，放心，我有后手。杨叔，前面巷子再跟容易被发现，跟上。杨叔，下雨了，一场秋雨一场寒。杨叔，别动。是你，表刚，这次必须一网打尽。是。B 组正常，副组的二级员编号3693，请求回队。欢迎3693回家。家都被偷了，人之七尺大。你个叛子！杨叔，撤。杨叔，前面巷子再跟容易被发现，跟上。我爸还是太年轻了，洋洋还是太年轻了，以为李代桃僵就可以摆脱追踪，却不知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杨哥，既然已经完全甩开了杨叔，现在是不是可以执行那个步骤了？那个步骤是重中之重，必须的。需要我那什么吗？杨哥，君子坦荡荡，这回你可以相信我了吧？杨哥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，相信你。杨叔，只有在巷子时杨哥的车脱离了视线，他们多半是在那时动了手脚。不是多半，是一定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已经在杨洋身上留下了那个。难道是说那个？没错，就是那个。有了那个，肯定就能那个。杨哥，你居然自己怀疑自己。凡是我爸接触的人都不能保证清白。难道老爸是那种假借锻炼实则去偷喝酒的人吗？包括我。老爸，今日必须把新设备分发给你。到了，前面停车。杨哥，咱们的设备是通过快递分发各地。杨洋肯定想不到，我并不是靠定位芯片追踪他，而是靠气味。杨叔，这回杨哥他跑不掉了。杨哥，你头发呢？这粉末跟我爸研究的蝴蝶有关，这粉末肯定有问题，用手机查一查。嗯，杨哥，蝴蝶有独特的神经与运动机制，雄性蝴蝶可以较远距离在空气中追踪雌性蝴蝶释放的性信息素，现在很多气味追踪机器人就是模仿蝴蝶追踪气味的能力。不好，看来我们并没有摆脱追踪。杨哥，接下来去哪？故技重施，立刻到加油站集合。收到，杨哥。杨哥，我们去哪？去加油站。杨叔，杨哥车进加油站了，要不要跟上？先等等。
杨叔，杨哥他们的车开出加油站了，跟上。逮到你可不容易。爸，何出此言呢？我看你不是出来跑步，而是在运送复仇者基地的设备。爸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在跑步之余顺便给老爸买了礼物。买什么了？我怎么感觉这里是游戏设备呢？爸，我也能闻到你身上的游戏原味。干什么？可实际上老爸并没有喝酒。如果我们都凭感觉做事，那这规则于何必呢？说得好，我赢了。杨哥，天会行那个雨会晴，天下杨哥你最行。我赢了，杨叔。天会晴那个雨会晴，天下杨叔你最行。立刻到加油站集合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爸还是太年轻了。杨洋还是太年轻了。撤。对，切记，我们的车辆必须保持正常行驶，路上不能有任何停留。一旦遇到危险情况，不可以随时生气，优先保证你们的安全，你们的安全是第一要。杨叔，定位信息验证完毕，行动。放心，都复原过，查不出来了。到时候我们定位到了全国各地的复仇者基地地址，也是逐步落网，不会让人怀疑到你的头上的。别紧张，稳点开始。就为什么可以这边？杨叔，你先讲。洋洋以为我的目标是这一批货，而实际上我想要的是借助这批货的弱点，将全国复仇者基地一网打尽。设备一旦安全的分发出去，就像鱼入大海，再无踪迹。大海里的鱼一旦有钩，就像砧板上的肥肉，任凭宰割。洋洋还是太年轻了。杨哥，按照盟规，他应该被踢出盟籍，永不录用。杨哥，这艘异常失五十师八师，他们这是在预警，可能还是出问题了。待会儿的交接尽量松懈，如果能够顺利交接，所有设备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的检查实地，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再行发货。收到。杨哥，有定位芯片。果然，竟然都被收买了，为何还要预警？因为一旦遇到危险情况，货物可以随时升起，优先保证你们的安全，你们的安全是第一要。杨哥，这艘异常失五十师八师，别紧张，稳点开车。他们这是在预警。杨哥仁义，我不想有愧于你。你们还是太年轻了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